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度的收看禅语人生的节目。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佛光禅的禅修内容。学佛呢，最可贵的就在于实践，但是实践如果没有用正见来做导引的话，那么呢在菩提路上是很难能够呢见次来进修的。不能够依这个次第来学习，那么这个菩萨道菩提道路的一个行持呢，那么也就有了困难。因此呢，为了不让我们盲修瞎练，因此呢佛光禅呢就依人间佛教的一个精神，立足在人间佛教的一个基础上呢，以菩提心，用这个菩提心为核心，然后按照佛法的一个菩提次第呢，安立禅观的次第。因此呢，让我们能够从健全的人格开始学习，乃至于呢逐渐启发运行菩提心。等到我们具备了福德资粮，这些福德资粮一旦具足了，那么呢才能够有办法进阶来证取圣意菩提心。那么呢圣意菩提心成就了，佛道也才能够成就。因此呢佛光禅呢的一个禅修内容呢，可分三个方向来谈。一个是前行法，第二个是正行法，第三个是住行法。那么什么是前行法？也就是说，从一个人，从他的生活，从他的人格，从他呢要具备在这个娑婆世界具备的种种福德资粮层面呢来谈起。那么生活上呢，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呢？应该要有一个规律、简朴、习福、知足、淡泊的生活。有规律，那么生活才能正常，进而呢简朴、习福、知足、淡泊。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呢，是修道，是这个禅修者呢必须要养成的生活态度。古德云呢，毁誉无凭由他去，荣枯有韵莫由人，人之隐晦心常态，不恋繁华性至真。也就是说，一个修禅的人要以道为根，有了根才能够开花结果。就像大树一样，有根才能够吸收养分，才能够成长茁壮。那么修道的人、禅修的人，对于这个根更是要去好好的建构。那么这个根是什么呢？这个根就是生活当中的道念。刚刚讲的，不管是规律的生活、简朴、习福、知足、淡泊等等，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道念。那么在生活上有道念，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当中也有道念，甚至于在弘法的时候也有道念，在立身的事业上呢有道念。念什么？念众生苦而发大悲心，把身心呢安住在这个道念当中。所以说，能知隐晦心常态，不恋繁华性自真，不羡慕，不向往富贵名誉、富贵权势，不羡慕呢这个名牌虚华。有规律的生活，然后从生活当中的习福、简朴、淡泊等等呢来生活，那么这就是根，也就是禅修的开始。那么呢才有修道的一个基础的架构。这个是在生活方面。第二个呢是在人格的健全方面。人格呢要养成明理、开朗、达观，或者是谦冲、慈悯、坚毅、独立，以及呢勤劳、惭愧或者是感恩。太虚大师说，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也就是说，说明世间的人道
的一个成就呢，那么才有佛道成就的可能。如果连人都做不好的话，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人道的成就就在于人格的一个建立。所以说我们从做人要能够明理，做人要能够开朗，做人呢要能够慈悲，要能够达观，做人呢要能够坚毅独立等等呢，那么呢养成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养成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思维，那么我们呢才能够正确培养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生命的价值观。有一个国王呢请了一个裁缝师帮他缝制衣服，那么因为国王为了凸显自己的这种与众不同，所以呢就用了很多的珠宝镶在缝制在这个衣服上面。那么当这个裁缝师呢在缝制衣服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呢从他的身边走过，那么同时呢这个裁缝师呢他所养的一只鹅呢也在他的身边呢兜来兜去走来走去。这个时候裁缝师突然发现，哎，我国王给我的这个珠宝啊怎么少了一颗，不得了了，这个少了一颗这个珠宝怎么是我这样子的人可以赔得起的，哇，非常紧张，非常担心，四处寻找都找不到。这个时候呢他想啊，一定是这个出家人呢给我拿去了，因此呢就把这个出家人找来询问他，责备他，甚至于呢殴打他，一直要他呢把这个珠宝交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所养的这只鹅呢就他在他的脚边呢磨针来磨针去的啊，一直呢这个在干扰他。这个缝衣商呢这个裁缝师呢一看到非常生气啊，就一脚呢就把这只鹅呢给踹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出家人才告诉他，你的这个宝物啊，你的这一些呢东西呢不是我拿走的，是被你的鹅呢吞到肚子里去了，因为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呢绝对会把它杀死来取这个东西，因为我不忍心，所以呢我没有讲，如今呢这只鹅呢被你踹死了，那么呢我就如实的来告诉你，为了一个众生的生命，他宁可自己接受委屈，接受冤枉，乃至于呢接受这个被殴打的这个痛苦，他也要成就自己慈悲的一个展现，这就是一个慈悲的人格。所以平常时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平常时里面呢就要懂得，在寻常的生活里面就要懂得明理，懂得开朗等等的这一些，有了这些观念，有了这些思维，那么当我们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些你具备的人格特质它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展现出来。所以说在佛光灿灯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呢，心思改变，态度会随之而变，态度改变，习惯会随之而变，习惯改变，人格会随之而变。一个人的行为展现来自于平时的心思、态度、习惯，那么这就是一个人的风格，也就是透过平时的这个心思、态度跟习惯，然后呢就展现出一个人的风格。那一个禅修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唯有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品德，那么呢他才能够成为禅修的一个基础，那么禅修的成就也就建构在这个基础上面，它就是人格的圆满。第三呢，在我们的前行法里面我们要谈的是方法，什么样的方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必定都是带业而来，没有业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因此呢
一个人，我们常讲，常常看一个人有了烦恼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病了，我们就说，哎呀，你就是业障，你这个是业障。那什么是业障？业呢就是障。为什么业就是障？也就是说，众生呢从身口意三业造作的行为，那么由于过去世呢身口意三业造作的行为呢，成为现在的一个障碍。当我们要在善法上用功的时候，当我们要在佛法上面精进办道的时候，这些的障碍就出来了，这些的障碍就产生了，阻扰我们，阻止我们在佛法里面用功，阻止我们在佛法里面成就。那么呢，这些的一个展现呢，就是一种障碍，那么我们就称它为业障。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刚刚我们提到了业障，所以一个人的心灵有了烦恼，身体有了病痛，那么这个对修行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因为病痛而造成心智上的种种薄弱，乃至于呢忘失了正念，破坏一切的善事，那么呢因此而造一切的罪，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惜。有一个人呢吃斋念佛几十年了，在一场的这个疾病当中呢，就有人告诉他，哎呀，你就是营养不良啊，你就是缺乏营养，所以呢你看你吃素吃了那么多年，身体又没有吃好，那么呢你呢应该去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啊、哦。所以呢这个人这么一听啊，就忘了自己呢曾经发心吃素念佛，所以呢就开始吃起荤食来了。因为病痛的原因障碍了他继续呢向上修行的这个念头，所以呢障碍业障如果没有消除，如果没有净化，如果没有净除的话，那么呢对我们的修行确实是成为很大很大的一个苦恼。那么一般的疾病来自哪里呢？一般的疾病呢不外乎呢是受到外在的，比如说气候的寒暑燥热湿风等等的这种侵害，或者是呢由于内在心情呢所引发的喜怒忧思悲恐等等情绪的一个干扰，那么呢长期的在这种情绪的起伏之下呢积郁成病啊。好，所以呢我们平时除了注意这个事实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呢来注意自己的生理状况以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我们内心心情的一个平静跟祥和，那么呢这个呢是保健呢的最佳的方法，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去管理自己的这个心性。好，那么一旦呢有了这些困扰我们的疾病，或者是呢障碍我们的烦，我们清净道业的这些烦恼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透过诵经礼佛拜忏来回向，来忏除消除的这些的业障。就像这个忏悔发愿文里面所讲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过去所造的种种恶业，那么呢，从现在开始，都是由无始无明以来的贪嗔痴所造作影响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呢，这个把我过去有生命以来，生生世世的轮回以来，希望在这个地方呢，把我生生世世的轮回以来，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一切罪恶呢，通通能够呢把它忏除掉，用这个忏悔的法水呢来洗涤我们的这一些业障。所以当你在拜佛的时候，拜下去就是发愿，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句子啊当成这一个话来念而已哦，这个沙弥诵经啊，有口无心，这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你必须从心里里面发起了这一个真切的惭愧心，然后呢，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恶缘、恶障呢、业障呢给消除完。所以，透过这个忏悔，来让我们的心性柔软；透过这个忏悔，来让我们的信心呢启发啊。透过忏悔让我们的心性柔软，透过忏悔让我们的信心启发，透过忏悔呢把我们业识种子啊，这些染污的种子呢通通给去除掉，让它呢不再起现。这个是在方法上呢一个净除业障。第二个呢，在方法上的第二个呢，是不只是我们要不只是消极的净除业障而已，还要能够积极的培聚这个资粮，也就是呢积聚资粮。积聚什么资粮？分为两大类，积聚呢福德资粮以及呢智慧资粮。福德资粮怎么积聚？最好的方法就是广结善缘。人呢在这个世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好因好缘，没有好因好缘，很多事情是很难成就的。修道也是一样，有好因好缘，你自然能够呢在这个道上呢安心进步。没有好因好缘，你在修道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磨难考验障碍，甚至于因此呢失去信心。所以福德因缘的具足是非常需要以及迫切的。在经典里面呢有这么的一个譬喻，他说呢，把一把盐啊，把一把盐呢盐巴呢放在杯子里面，放在一杯呢这个杯子里面，那么呢这个水呢杯子里面的水喝起来呢真的是很苦很咸啊，没有办法吞下去，太咸了，太苦了。那么如果把这一把盐呢丢在大桶的这个水里面，或者是呢丢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这个水这把盐的味道呢，根本喝这个水的时候根本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的这个咸分在里面，甚至于觉得这个水还蛮甘甜的。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把盐就像我们的恶业，那这些水呢就像我们的善业，我们的福德资粮。如果杯子里面的水，我们的福德资粮像杯子里面的水这么少，那么苦难来了，恶业来了，业障来了，哇，这杯水喝起来太苦了。如果呢我们的福德资粮呢，我们的福报呢像一大锅的这个水，像一大锅的水这么多，这把盐放下去，这一大锅的水喝起来多甘甜啊。好，那么呢这个福德资粮就像这个水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具备广大的福德资粮，那么呢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更多的欢喜，并没有因为苦难而把我们打倒，自然有很多的因缘呢来辅助来帮忙。我们常说贵人，贵人，贵人怎么来？贵人从广结善缘中来，贵人呢从过去的善业成就里面来的
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呢广结善缘。那至于怎么广结善缘呢？不管是在财力上、体力上、语言上、智慧上，都能够广结善缘。比如说我们到道场，我呢扶持三宝，到佛门里面呢做义工服务人群，甚至于呢哎，我呢这个有我一些专业上的一个智慧，提供道场做呢这个更多的弘法事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呢这个就是广结善缘。再来就是智慧的资粮。什么是智慧资粮？智慧资粮又如何聚集？听闻佛法，研究经典，思维法义，那么它就是智慧资粮。并不是说我就这个到处去听闻这个佛法，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次第的来了解佛法，佛陀所宣说的这些道理。其实呢我们应该呢对佛法呢有一个次第性的了解，乃至于呢我们自己呢要为自己做这样子的一个定课，到道场去参加一些佛学课程，只有全面性的来认识了解佛法，那么佛法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头产生作用。各位，学佛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解脱烦恼，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听闻佛法，不懂得思维法义，不懂得把这个佛法拿到生活里头用的话，那么呢佛法的智慧对我们就没有帮助了。譬如说我们说诸行无常，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可见诸行无常，然而我们却一直希望好的事情是恒常的，一旦好的事情有了变化以后，我们的心就苦恼，就不能接受，乃至于就痛苦。因此当境界起来的时候，心情起伏的时候，我就用诸行无常来观照，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世间本来就是变化的，也因为无常，也因为变化，所以一切的事情都从因缘而生起。那么既然是从因缘而生起，那么它也就是空性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刚刚呢我们从诸行无常而知道说，世间万法包括我们的心念每个当下都在变化，因此对于我们心中所执取的，执取它不要变，所以我们才有烦恼。所以我们要透视世间一切法变化的必然性。那么它为什么变化？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因缘产生，时时刻刻都有不同的因缘在加入，那么时时刻刻有不同的因缘在加入，所以没有一个定法，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呢是恒常不变的。我们人从小出生，从小慢慢到大，中年到老，每一个时刻都在变。你能够永远保持年轻的20岁吗？不可能。可是我们却希望青春永远留在我们的身上，不要变，所以我们会为这个不要变花尽很多的心思。事实上因为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所变化，它没有自性，所以说是空。那如果我们能够再从这个角度，时时刻刻遇到烦恼了，遇到障碍了，遇到执着了，把这个诸行无常，把这个因缘法，把这个空性拿起来思维，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练习，养成了思维的习惯，习惯无常观，
习惯因缘观，习惯空性观，那么我们就自然能够有力量面对外境的一切变化。有力量面对一切外境的变化，当业障起现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不会跟着浮动啊，我们的心也能够安住在我们自己的道念上，我们自己的修道上。所以这个是智慧之粮哦，也就是呢智慧之粮的一个聚集。那么前行法里面我们提到的方法，它有所谓的积聚之粮。那积聚之粮呢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福德之粮，一个是智慧之粮。所以我们净除业障要从行为上的来忏悔，那么呢积聚资粮呢要从及时的行善，广结善缘，更重要的是要从多闻熏习，熏习出行无常，出法无我，熏习因缘法，熏习空性的这个法义。那么呢从这上面呢来自我建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观念，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接下来呢要谈到的是善调五事，也就是说在方法上面呢除了净除业障，积聚福德以外呢，积聚资粮以外呢，第三个就是善调五件事情，要好好的把五件事情给调理好，那么我们的禅修呢才会有很大的注意。哪五件事呢？第一个是调身、调息、调心、调饮食以及调睡眠。这五件事呢，尤其是饮食呢跟睡眠呢，可以说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那如果在每一天我们的睡眠跟饮食都能够好好调理的话，你看每一天都要做的，每一天都在调理，那我们的禅修呢必定能够进步神速。那么呢有关调身、调息、调心，在我们的后面的课程呢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从调饮食呢以及调睡眠这两个方向来讲。饮食呢之所以成为修行然后禅修的一个前行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透过饮食呢来调节，来资助一个我们的一个行道，也就是说希望我们透过饮食来调节我们的修持。过去呢古德讲一句话，他说呢法轮未动啊时轮先转，这个法还没有红晃法还没有推动，可是呢时轮先动了。也就是说我们人要弘法，因为人是这个五蕴加有，我们就是有这个色身，有了这个色身我们就必须要去长养这个色身，要去照顾这个色身。所以饮食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我们生活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须必须。那透过这个必须，我们从这里面如何来建构我们的修行。一个人因为必须嘛，所以每天三餐都要吃饭，可是有的人爱好吃爱吃，这个肠胃呢从早到晚都给他吃得饱饱的，吃得很胀，那么这样子呢会使让我们的心智啊，我们的心智这个暗沉。也就是说呢如果呢我们呢吃得太饱了吃得太多了，那么我们会影响，因为身体这样子，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甚至于呢肚子会发胀，肠胃呢会受不了，甚至于呢让我们的百脉都不能通畅那么呢如果呢我们吃的太少，身体的营养不够，那么人的虚弱，人就虚弱了，虚弱呢当然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办到因为会精神不济，那精神呢没有办法集中。所以这两种的吃太饱或者是吃太少，这两种的饮食方法呢都不是善调之相那什么样才是善调之相呢？古德说萝卜青菜无上清斋，
黄记野获真修妙味，吃素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善行。那么禅修者最好能够呢清淡我们的饮食，尤其是五辛之类的东西，譬如说蒜啊、葱啊、这个韭菜之类的，这些东西呢尽量少吃，尽量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东西吃，如果是熟食的话，会增加我们的这种淫欲之心；那如果是生食的话呢，也会带给我们呢这个嗔心呢比较容易发起啊。所以这一类的啊，嗔心啊、淫欲心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行为呢，都会去蒙蔽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的愚痴，因此呢不要吃。但是呢，如果因为有病需要这方面作为药物的调理，那么呢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哦，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说到饮食呢，一个人如果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那么呢他的心事会昏迷昏暗哦。那如果呢吃了不相宜的东西呢，跟你的身体，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对牛奶过敏，对这个水果过敏，对苹果过敏，对等等的食物过敏啊。那么呢，如果吃了这些会令他过敏的东西，吃了这些不相宜的东西呢，那么也引发出我们潜伏性的一个疾病，让我们的四大不调。所以饮食调理得当，是初入这个禅学之门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跟注意的。那么要如何来吃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从清淡入手，也就是吃的东西越清淡越好。因为清淡呢可以淡化我们的味觉，那味觉一旦淡化了，对我们这个内心的这种欲望呢是有这个去除的一个作用。那么再来就是吃呢不宜过量，六七分饱就好了。当然如果刚开始在这个调理这个身体的过程里面，要看你身体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呢去调理。总之呢，你不要吃太饱，宁可呢少量多餐。但是这个多餐也不是每天都急急忙忙的啊，我吃一点，然后等一下再去煮一点东西，或者找一点东西来吃，不是的。少量多餐的这个餐呢，是指我们呢肚子饿的时候稍微点一下就好，不用刻意的去经营啊，不用刻意的去处理。因为你吃的太多，一直想吃，或者是一直在忙着找吃的，那么也会增加我们心的一个善乱。再来是呢，饮食呢要定时，要定量，让我们的肠胃能够调适改变啊。吃饱饭后呢，最好能够稍微的跑香精行，那么这会帮助我们肠胃的一个蠕动。在经典里面讲说，生安则道容，饮食知节量，常乐在空闲，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一般的人对饮食不但要求这个美味，还要讲究色香味俱全啊。那么好吃的就贪得无厌，不好吃的呢就种种百般的拣择啊，好吃的呢就暴饮暴食，不想吃的呢甚至于就丢弃不要。那么禅修者应该从饮食当中培养出淡泊无欲、简朴惜福的生活态度。那么呢，在佛门里面呢有所谓的十存五贯，济功多少量彼来处，存起得恨，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中，正是良药，未了行枯，未成道业，应受此食。佛门的十存五贯，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接受饮食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殊胜的口诀。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意念它，在吃饭的时候做这样子的思维，常常的细念在这十存五贯里面，那么对我们道业会有很大的增长。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刚谈了调饮食，接下来我们要讲调睡眠。人是不可以不睡觉的，但是呢，佛法里面就告诉我们，睡眠呢为无明之相，覆盖心性，可以让我们的心呢昏昧不清，所以不可以放纵。当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我们知道适当的睡眠对身心呢绝对是很重要的，尤其呢对一个参禅打坐的人，睡眠呢更是呢精进的一个后盾的力量。废寝忘食不睡觉，那么呢在我们这个修行上呢是会导致不良的后果。过去呢在佛陀时代呢，佛陀有一个弟子叫做欧罗律尊者，那么欧罗律尊者呢因为在听佛陀开示的时候打了瞌睡，结果呢就被佛陀呢念了他呵斥他。佛陀讲呢，堕堕奴好睡，螺丝半壳累，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就是你这样睡下去啊，你呢一千年呢都听不到佛陀的名字。那么这个欧罗律呢一听心生大惭愧，从此就不睡觉了每天非常精进的修行，结果呢就导致了双目失明。那么佛陀呢最后呢敢于因为他的精进，所以就教了他呢金光照明三昧而证得眼通。我们现在没有佛陀教我们金刚三昧金刚照明三昧，那么呢我们呢只要把睡眠呢懂得如何来调理好，当睡就要睡，可是呢不能呢好睡懒睡爱睡，那么就会影响我们修道的心。那应该要如何来调理这个修道这个睡眠呢？佛陀告诉我们呢，一天呢睡觉呢不要睡太多，初夜中夜后夜。那么依佛陀时代呢的一个睡眠方式呢着重是在中夜。那么呢依我们现在的人在禅修的时候一天睡五六个小时，那么呢也是正常的。那中午呢可以午休个这个30分钟40分钟呢，那么这个也不为过。那在睡觉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提起正念，有所谓的勤修勿于前。如果能够睡前呢洗洗脚，然后睡的时候呢做这个吉祥卧右斜而卧，把这个左脚呢放在右脚的上面，那么呢右斜而卧呢这个呢就叫做狮子卧法，是非常有益我们的身心。那晚上睡觉狮子卧法呢吉祥卧呢对我们肝脏血液的一个流动呢也对肝脏的帮助也非常大，那么对肝脏的这种修复呢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整个胃啦、肝啦、肠子等等，它有它很大的一个生理上的功效。那么在睡梦中呢也要能够呢是一片的光明做这个光明想，不能呢过分的这种昏沉，保持一颗觉醒的心，那么呢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修行，尤其是呢睡觉的时候呢的这种熟悉呀更能够呢去感受到这个习相呢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变化。所以睡觉有效的睡觉，身心保持正念的一个睡觉，不会呢这个乱梦在梦中也不会颠倒梦想，也不会因为懒惰而贪睡。所以呢从睡觉当中，从这个睡眠当中呢也可以成为一种修行。再来呢是要提到的是正行法，前面所讲的这一些前行法呢对初级禅修的人、初学禅修的人非常重要的，你要去培植这一些因缘，要去调顺这一些这一个睡眠跟饮食。那么一旦我们真正开始呢在禅法上用功的话呢，对我们的注意是非常大的。那接下来所介绍的这个正行法呢它分为几种，第一个是呼吸法，也就是初级的修禅，第二个呢是慈悲禅，这个是呢中级的修禅，第三个呢是波瑞禅，这个是高级的修禅。呼吸法呢初级的这个修禅呢是以数息法以及呢观息法呢作为我们禅修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从属出席处入席当中呢来禅修。那么呢观习法就是去观照观看我们这个一出一进一进一出的这个呼吸呢在我们体内的一个过程，去观看 观照它去看它。那么慈悲观呢，慈悲禅呢是用慈悲的心去养成慈悲的心，去观照我们的心，用慈悲的观念呢来观照我们的心。怎么讲呢？这个慈悲呢，一个人要修得这种慈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这个禅修进入到透过调身调息调心，一旦透过这三者的一个调顺，让我们的身心进入到一种稳定的状态，身心一旦稳定所产生的这种喜乐感，那种喜乐感呢是世间的任何的欲乐所没有办法比拟的。那么一旦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出来的时候，有这种喜乐的境界出来的时候，那么一般的人很容易陷在这样子的执取里面，而忘记了利益众生，忘记了佛道成就的重大事业。因此呢，在中阶的进一步的终极的一个禅修里面，我们提出了这个慈悲禅，也就是要让我们从菩提心从对众生的一个关心，从对众生的一个慈悲呢，去引发出我们的佛道来。因此呢，当调身调息调心进入到某个境界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呢要从心里面去引发慈悲禅。那怎么来学习慈悲禅呢？从对母亲的一个感恩，感恩母亲所给予我们的一切，透过对母亲的感恩而推演到生生世世的母亲，甚至于呢再推演到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所给予我们的恩德我们感念。那么一旦这样子想，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希望母亲得到快乐，那么我们就会去愿意要去度化这个母亲，要去关心这个母亲，这个是慈。那么悲呢，也就是说我们从看到我们的母亲在这个生生世世的一个轮回里面，在六道里面的轮回受苦，我们自己可以超越可以解脱，可是我们怎么忍心把培育照顾我们的母亲就让她在六道里面继续轮回呢？不忍她受苦，不忍她再继续轮回，因此发心要去嫉妒他们，要去救济他们，所以产生了所谓的悲观慈跟悲，慈的禅修，悲的禅修。那么从我们的母亲到生生世世的母亲，到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从这里呢进入所谓的慈悲禅。那么第三个呢是波瑞禅，也就是高级的禅修。到了这个部分，就要时时的思维法意，在极静的一个禅定当中呢，去观察出诸法的实相，透过观察诸法的实相呢，然后来帮助我们呢证悟，得到无漏的智慧。正行法呢从呼吸法以及呢慈悲禅到了波瑞禅这三个是我们的正行法，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自我期许发心来修习，次第的来成就。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住行法。那么住行法有几种呢？住行法呢，简单来跟大家说，要有善知识，所以我们要尽善知识，要培养慈悲，要止恶行善，要不攀缘，要善调饮食，要善调睡眠，要呢除掉悔盖，要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要能够礼佛忏悔，要能够每日发愿，
以上是今天所跟各位讲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禅修上面发愤图强，继续用功，谢谢。